在伦敦有这样一个地方，不仅可以纵享伦敦南岸的艺术风情，还能肆意切换多种英伦生活的格调。这个地方就是被评为伦敦本地人最喜欢居住的区域 Clapham。 Clapham 位于伦敦西南二区，紧挨着 Battersea 和 Wimbledon， 历来是一个低调奢华的生活区。漫步在这里，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充斥着街道，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蔓延在街道的两侧，便利的交通、成片的公共绿地、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人文环境，使它成为伦敦城市生活的缩影。Clapham Place 是区域内一个充满活力的全新住宅项目，步行至 Clapham High Street 仅五分钟路程，三线交汇，十分钟可直达牛津街，十五分钟可到达伦敦金融城，通勤三十分钟之内可到达伦敦各大高校。项目附近有繁华的社交和休闲场所，遍布着酒吧、餐厅、咖啡店、超市和各项娱乐设施。项目与 Clapham 深入街头的中产小资文化完美融合，一共六层，高层可坐享伦敦金融城景致。项目采用大面积落地窗，户型南北通透，两房82万镑起，正在交付中。来黑英国上海人，我说关注我。